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尊女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47页，我们从第四行看起。前面三行是从这一段揭露下来的句子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学习大经节研义的时候用的啊，现在汇合在一起也提供给同学做个参考啊，不能完全细讲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啊。有切记者业欲切合实际之意，如来垂此独留此经，于注经灭经之最后百年，正表此经能切于当前及未来社会。佛法决定的是切理切机啊，理是真理，如果不切理，那是魔术，不是佛说的啊。理就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，化身菩萨证得啊，虽证得呢不圆满，到如来这才真正圆满。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以佛所说的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条件。佛所说的是佛的境界，是佛的真知真见，有时候跟我们的想法看法不一样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想法看法错了，佛是绝对
正确的。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，采用佛的正知正见，这叫学佛。啊，我们跟佛想的不一样，要依自己的知见，不依佛的教诲，这叫自作孽。啊，决定不能怪佛菩萨。啊，所以信比什么都重要。欧益大师讲六个信，第一个是信自己。信自己信什么？不是信我们的知见，是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有自信，本来是佛。那六祖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个万法是全宇宙，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起心动念来的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就是佛，本来是佛。起心动念就变成凡夫。啊，为什么？起心动念是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觉，觉而不迷。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佛就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。佛能够帮助我们回头是岸。啊，我们没有这个自信心，那就没有成佛的因。佛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回头，这是缘。啊，因是自己本有，缘是佛菩萨，有因有缘，果报就现起。啊，这个果报就是成佛，净宗成佛是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。啊，为什么？方便容易，可以保证我们这一生成就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纵然自己造了无逆受，只要真正忏悔肯回头，啊，后不再造，念佛通通都能往生。啊，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所没有的。啊，所以前面给我们说，本经殊胜在其理，哎，而有其机。啊，这个这一段讲了其机。啊，机是指一切众生，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啊，忏除业障，后不再造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有份，你就成就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其机不但他起一切众生的根基，
而且也契合实际。实际上，时机、时代，3000年前的社会，这个法门管用；3000年后的今天也管用；3000年以后的时代还是管用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全都管用。这个是84000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做不到的。敬宗念佛往生，不退成佛，超越时空，超越一切，啊，没有障碍。经上说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，无尽的慈悲，啊，感一切诸佛如来经现在说法，没有不说这部经的，而且诸佛发愿终结的时候，啊，一切诸佛都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啊，到法灭的时候，诸经灭尽，最后的100年。无量寿经还在，无量寿经最后面，啊，这个就是表法了，表这部经能起当前及未来社会管用啊。那么当前科学发达，人类应具的知识迷广，社会进步，每人所尽的责任倍增，这是好事，还是有问题？啊，社会的进步，大家看到的科学技术进步了，人生在世，要得，要知，平衡的进步，才有幸福。才有真正的受用。如果单独啊，一方面进步，知识进步了，道德沦丧了，好像一个人左手很健康啊，右手残废了，啊，确实是有进步，但是不健康。我们今天社会就犯了这个毛病，啊，科学知识发达了，啊，知识不断的增长，智慧没有啊，缺少智慧啊。啊，所以社会的进步
是一方面的进步，啊，一只腿一只脚的进步，另外一只腿一只脚残废了，这是今天社会状况。啊，所以每个人肩膀所担负的责任比从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也。啊，中国古老的社会人都有老家，老家现在人家那是路，我觉得它不是路。啊，老家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了，再找不到了。在中日战争八年战争那个时代还有不多，很少。啊，老家对一个人的贡献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，在外面工作，遇到困难了，我们的家是最可靠的后盾。那我们缺乏金钱，缺乏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家庭支援呢，这最可靠的，没有任何条件的。当然，每个人工作在外面的时候所赚的钱，除了自己日常生活开销之外，都要送回家。啊，家用这些钱多半是置产业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最可靠的产业是土地。啊，所以家里面呢增值田地，山林，山可以种树，田地可以种粮食，或是自己种，或是租给农民种。啊，就家庭有恒产，有产业，能照顾这一族人。啊，年老了，不能继续工作了，回家，啊，回老家，回老家是晚年，晚年是真正幸福美满。啊，一个人享福什么时候？晚年回老家享福。啊，家照顾你，绝不是老人院的，依靠别人，不是的。家负责养老育幼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世世代代圣贤君子都是家里培养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中国人从小生下来确实他就是一个社会组织。啊，他是大家族，不是小家庭。啊，一个家总有几百人。
这个制度好啊，这个制度不落伍啊。现在家没有了，我们生活没有保障啊。遇到困难，谁帮助你啊？啊，经济遇到困难了，是的，可以向银行贷款。银行贷款一定要有抵押，有保障。啊，没有保障，他贷款贷给你了，你不能还他怎么办？啊，不是容易事情。啊，只有家，家的挺你，遇到困难，家庭支援你。不符合任何条件，那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还见到过大家庭，在大家庭还住了几年。啊，大概住了五六年。啊，小时候有深刻的印象啊，对于古时候这种制度的时候非常向往，非常留念啊。古时候的人从小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啊，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忠厚老成，跟现在人不一样。啊，这不能怪现在人，现在人没有教你。就像佛在这部经里所说的，先人无知。这个先人，你的长辈，你的父母。祖父母、曾祖父母，他们不知道啊，啊，不认识道德，甚至于不相信因果，没有人教你，啊，你今天做错事情，不能责怪你，你没有学，责怪你是错误。你要是学了，可以责怪你；没有学，要原谅你。你无知，啊，可怜。啊，今天的社会普遍不讲伦理了，不讲道德，为什么？那是迷信。古圣先贤都不谈了。为什么他们是落伍的？他们跟不上时代。现在科学技术，他哪里能跟上？啊，科学技术单方面的进行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如科技不断进步，50年之后，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。50年很快啊。这个话真的吗？我们冷静想一想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过去啊，战争结束60多年了，这60多年，我们想想看，啊，以10年10年来比较，真的是往下滑坡。一个十年不如一个10年。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多少我们讲知识分子，
对社会还能不能恢复安定和平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桩事情。70年代19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还在呼吁这些科学家，没有必要的这些科学啊，不要再发展。劳民伤财，必要的是对生活有帮助的，没有必要的向太空发展探测外太空，这都是没有必要的，花费太多对我们没有实际的利益。提倡恢复传统的农耕，没有人接受没有人相信真正西方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当前我们最迫切需要的，真正能救社会的是什么教育？因果教育。就在我们附近，潮州谢总最近这3年来他办的论坛，完全讲因果教育，产生很大的效果。这种教育今天全世界都需要。伦理道德都不相信了。因果就摆在你面前。你稍微冷静一下，你就能看到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确确实实有今生有来世。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，你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了。想想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三恶道的果报。他做得非常成功他这个班我们都应该参与，都应该去学习确确实实我们需要这种教育他完全用光碟，没有老师，收集许许多多现前因果报应的资料，什么？这让你不能不相信啊！不是过去的，不是古典里面所讲的，现前。活生生的事实，大家听了，真的畏惧的心升起来了。起心动念确实收敛了，
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在此地等于说有一个实验的点，做出榜样来了。传统文化的复兴要靠因果教育做基础，有因果教育才会有道德教育，有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，这个道德教育不能落实。为什么？人头脑的有个观念，这个道德教落伍了。现在是什么时代？还去讲古人的什么？哎，孝亲尊师，不讲了。但是，懂得因果教育，不敢不孝顺，不敢不尊重长辈。啊，知道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要从哪里做起？从孝亲敬老，要从这做起。啊，那么这个经起起。啊，即使在今天的社会还是管用。我们看念老底下的文，啊，就接着看故贤应，大家都应该广学多能，鞠躬尽瘁，参加建设，造福人民，实现人间净土。学佛不落伍啊。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，曾经响应无量寿经的文句，啊，盖以此经双照事出世间，详是真俗二谛。啊，这就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。对于事法出世法都讲得很清楚。啊，那么经中之妙在于不立佛法而行事法，不废事法而证佛法。这个四句海贤老和尚做出来给我们看，啊，他一生农耕，开荒，山野里面的荒地，他把它开发出来，耕种粮食。啊，一个人，一生，92年，啊，他这一个人开发的荒地，我们看着报告，100多亩，面积可观了。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。啊，照顾几千人几万人，这是事法了。一句佛号，没有一天忘掉，
那是佛法了。啊，耕田，心里念佛，除草念佛。啊，不妨碍念佛了。念佛不妨碍工作，工作不妨碍念佛。啊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，这四句也是他的写照啊。啊，他所干的事情，冲米破柴。啊，吴卓那个时候的道场有几千人呢，每天要吃饭，每天要烧火。啊，他是樵夫出身的，这是他的本行。啊，每天破柴冲米，供养大众。啊。破柴冲米，不妨碍参禅。禅是什么？内不动心，外不着想。所以他干得很起劲呢，干得很欢喜啊。啊，到成熟了。没人知道，无足知道，他自己知道。啊，无足提出来要传法了，自己年老了，要传衣钵。他为什么早不说迟不说？要在这个时候说，这个时候接班人成熟了。啊，八个月的训练。成功了，你看他八个月在道场里，道场里都有禅堂，他没有去做过一支香。道场也有讲堂，他没有听一次经。啊，那么他禅的是什么？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每天干活，每天服务，待人接物，都在用功啊！真正放下了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。放下起心动念，如果还有起心动念，就不能明心见性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老和尚传法要这种人，他做到了。啊，老和尚出个题目，叫大家把自己的境界写一首偈给他看。这是考试啊！神秀大师做了一首偈。能大师告诉神秀，没有见性的，为什么着相？生死菩提树着相，心如明镜台。啊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
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慧能大师把它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是无所要的啊！所以半夜三更召见他啊，让他到方丈室来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给他做印证啊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大彻大悟啊，说出了五句话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啊！到何自清净，能生万法。刘祖一听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了啊！为什么全通呢？一经通，一切经通啊！大法塔半夜离开，为什么？嫉妒障碍啊，让他躲藏起来，等待时节因缘成熟，他在猎人队躲藏了15年，15年之后，大家对这个事情忘掉了。不服的人大概要往生了。这个时候出来了。在中国佛教史里头，做出了辉煌的成绩。禅宗从大摩祖师一代传一个，传到他，都是单传，他一个人传了43个人。禅宗史里头没有第二个，慧能之前没有这样的人，慧能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人。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世法跟佛法是一法，不是二法。他在黄梅8个月，不离佛法而行世法，不废世法而证佛法。海贤、海清两位法师也如是。因持名之法呢，最为方便。随地可修啊，随时可修啊，宗门那得要上上根人，不是上上根人没用啊。但是净宗上中下三根普遍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成就不在能大师之下。所以禅那个路我们决定做不到，但是进这条路是肯定走得通。人要救自己，
不救自己，决定堕无间地狱。啊，我们冷静来想一想，我们生平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有意无意做错了多少事？啊，在佛门忤逆十恶就是地狱罪。啊，你一条条想，啊，杀生十恶了，偷盗、邪淫，广义的淫是过分。无论什么事情做过分了，都叫做淫。啊，妄语、两舌、两舌，其余我口，贪嗔痴。啊，无逆罪，虽然没有那么严重，不孝父母。比杀父母简易的，啊，不敬老师，藐视佛法。李老师说的话更不好听，叫消遣佛法。他是来修佛的，不是来消遣。不是真学啊，这个罪过就是地狱啊，破获获生我们有没有做？啊，自己冷静去反省，就知道你这一生走的是哪一条路啊？十法界十条道路在你面前，你走的是哪一条？可以瞒人，瞒不了因果。瞒不了佛菩萨了，瞒不了天地鬼神了。啊，美国的修兰博士告诉我们，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有机的。啊，这个佛经可以做证明。量子力学做证明，那就是任何物质现象通通具足无蕴，它有受想行识，是不是感受啊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有机体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任何一物，一粒尘沙，啊，一根小草，它是活的。它会看，会听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它都知道。你能瞒过谁呀？人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啊，决定不能动念头害人，决定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有果报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先想果报。我这个念头
我干这种事情，现前将来的果报是善是恶，你把它想清楚，你再下手。啊，否则的话，将来堕三途，后悔莫及，太可怕了。啊，遇到经中大行了。啊，只有经中能带业往生，只有经中啊能够铲除无间地狱的罪业。啊，可是那要真干。如果还是欺骗佛菩萨，那罪加一等。啊，随时可修，随时可念。啊，不必诸善呢。古时候修行人，这是佛教我们的。我们凡夫业障很重，经不起外面的境界诱惑，我们会起恶念。所以建道场要建到山林里面，人迹不到的地方，那上山很不方便，没有交通工具，啊，羊肠小道，啊，为什么？就是避免干扰。去选择这些地方啊，啊，不劳闭关严重啊，闭关也是远离干扰啊，严重是禅坐，禅堂里面坐相。啊，所以不需要这些形式啊。一切时一切处通通可以修行。啊，就是一句佛号不断了。无论干什么活不忘记念佛。无论干什么活干完之后不放在心上。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这叫佛法，所以佛法跟事法可以并行，不相妨碍。下面说得好啊，但发广大觉心，广度啊，这个一向专念名号，下至身念意念，也得往生。这完全是真的。意念、身念，这是讲临命终时念佛这桩事情。我提醒同学，劝勉同学要学海贤老和尚。那临终自己做主，不求别人助念，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？助念靠不住。助念怕干扰啊，老和尚往生选择在半夜，大家都睡觉了，等你们一觉睡醒之后他走了，
啊，一点干扰都没有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们希望别人助念，到时候没有人助念怎么办？那不就到三途去了？啊，一定要能自己做得了主宰，才没事啊。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看到，啊，海贤老和尚的母亲了不起，在家居士，年老了，没人照顾。啊，海贤老法师非常孝顺母亲，把他接到道场里来供养。啊，在道场住了一阵时期，他欲知是知啊，那是个念佛人呢、啊。儿子念佛念了90年，他能不念佛吗？那念佛的功夫不在儿子之下啊，他不说啊，跟儿子讲要回老家，离开老家多年了，突然提着回老家，实际上回老家往生。啊，因为老家还有女儿还有侄女啊，所以回到老家之后啊，把他的女儿侄女统统召起来啊，欢欢喜喜一家人团聚啊，自己亲自包饺子啊给大家吃，吃完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，我走了啊，叫了一声，头一歪真走了，不要人助念，不受丝毫干扰啊，走得太突然了啊，每一个在当场的人也都呆了啊，刚才你看吃得 多开心啊，怎么说走就走了这都是来表法的，这一句佛号真不可思议啊，那个时候都是在动乱的时代，生活条件很差，海贤老和尚就用薄薄的板子钉了一个棺材啊，把他妈妈埋葬了，但是始终心里不安，觉得对不起母亲啊，玉贤没有照顾好，过了6年环境好转了，想把他母亲改葬啊，把坟墓挖开，棺材打开，人没有了，他母亲不见了啊，这个决定不是欺骗人的啊，决定没有人到坟墓啊，家里清寒了，一分钱都没有，没有陪葬那些财物，没有啊啊，所以不可能有人去盗墓，怎么会尸首不见啊，所以大家想起来大魔祖师当年在世也是讲了这个故事
啊，有人从西域回来，告诉大家，他看到大摩穿了一只草鞋。别人听了这个话，哪有这种事情？把大摩的棺材打开，人没有了，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，证明这个人说的话没错，他确实穿的是一只脚穿草鞋。人走了啊，那么贤老法师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？也像大摩一样游戏人间啊，这就没有人证明了啊，再再为我们表法的念佛法门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啊，他母亲走的时候86岁，身体健康，不要人照顾啊！啊，走之前跟大家有说有笑，啊，亲手包饺子给大家吃，啊，他也没有告诉人家说真的要走，是突然的，让人感到很惊讶。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的啊？所以这个法门临终一念生念决定往生，不误世间工作，依旧顿脱生死啊！84000法门只有这一门今天可以做到啊，大摩祖师那个禅，那要上上根人，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大摩能做如此的事情，大摩之后没有听说第二个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念佛走的。所以既能自觉觉他，广度众生于未来啊。一佛自他居利，造福社会于当时。啊，这就是修净土的人。啊，你看贤老和尚出家92年，啊，92年完全做农耕，他的道场在哪里？道场在农田呢，在菜园呢，那是他修行的地方，是他的念佛堂。啊，一个人勤苦劳作，早年有个师弟海清，有时候帮他做，啊，海清老和尚走了之后，他一个人做，
啊，海清留了肉身，全身舍利。啊，现在供奉在他的小庙里头。所以自他居利，造福社会。心地慈悲也，刻苦耐劳啊，种的这些粮食蔬菜都分送给贫穷人家，帮助大众啊，造福一方啊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，第十，我把它念一遍啊。经云：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爱悯，特留慈心慈境，植诸百岁，其有众生执事经者，随以所愿，皆可得度，成此界他法，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究竟菩提之法要也。我们看念老的原文啊，是故经云，就在本经啊，说得很清楚，当来之时是指释迦牟尼佛法运结束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的法运，我们现在讲影响啊，它影响的面是整个世界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啊，经上讲的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啊，相正目就是个衰相啊，正法跟佛在世还差不多，保持那个形象，相法呢就衰了，比不上正法了，末法就更衰了，末法比不上相法，末法10000年，以中国祖师大德的记载，这10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开始，啊，今年是41年，也就是依照中国古大德的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。那么等于说往后还有9000年，9000年的佛法不会灭掉，有兴有衰啊，现在是衰，真正衰到低谷了啊，我们怎样把它救起来？要真干呐，不是真干救不了啊！啊，佛学院我教过，
教了几年，吓得我不敢教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变质了。佛学院所教的是佛学常识，不是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不是四十六度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佛法教学的目的不是叫你读好多经，记得好多事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实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叫你得定，叫你开悟。啊，从哪里开始？从持戒开始。没有戒律，那怎么行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古时候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学佛首先五年学戒。啊，要真正落实。啊，出家决定要遵守沙弥律仪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啊，三句境界，这是根呢。在家学佛，啊，要修三皈五戒十善，八关斋戒。啊，再就是菩萨戒，在家菩萨戒，这真干了。啊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，真的在斯里兰卡看到了。啊，斯里兰卡是小镇，啊，他们还保留着世尊当年在世的留下来的规矩，啊，出家人到现在，啊，树下一修的不多了，但是住茅棚，住山洞，山上挖个洞。啊，他们不捣蛋，晚上是打坐。啊，这个很多，这真修行的人，啊，住洞、住山、住茅棚，非常得到大众的尊敬。啊，真正万缘放下。只有三亿一波啊，兰卡是热带的气候，所以三亿足够了啊。在家居士、在家学佛的，他们都能够遵守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、八关斋戒啊，每个月至少。大概有五天到十天修八关斋戒，八关斋戒要到寺院去啊，有男众寺院，有女众的寺院，在寺院过一天二十四小时出家人的生活我们看到了啊，看到真欢喜，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真修行的人。啊，我们希望
在这个地方办一所佛教大学，为全世界的佛教培养师资啊，弘法护法。我们希望能完全遵守世尊古老的这种传承啊，那就是用戒定慧真正培养佛门弘护人才啊，严持戒律，放下外缘，要能吃苦啊！啊，斯里兰卡的出家人持金钱戒，他们手上不拿钱的，没有钱财啊，确确实实三衣一钵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那出门怎么办？斯里兰卡好，只要是出家人，坐车都免费，而且车前面几个座位专门留的给出家人啊，不但不收费，最好的位置留给出家人。啊，所以出家人身上不带钱。啊，走遍全国，交通没有妨碍。人民尊重出家人。总统对于出家的高僧大德都礼拜啊，都行跪拜礼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建学校。袁成熟还要建立一个宗教大学。我们提倡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互相学习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化解宗教宗教之间的矛盾。啊，不允许有宗教冲突发生，这个给世间人最不好的影响。啊，宗教要和睦。啊，那么我们这十几年做这个工作有效，啊，做成功。啊，现在要把它扩大，要推广。2000年我移民到澳大利亚。啊，在澳洲。澳洲的领导人希望我帮助他们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。啊，这个十几年有一点效果。啊，首先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团结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小城是个标准的多元文化。人口不多，只有12万人。有80多个族群。有100多种不同的言语。10几个宗教啊，真正是多元文化城啊。现在通过10年，
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这个小城里头宗教团结起来了，由宗教来带领带头，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城市。啊，真的做成功，值得我们非常欣慰。希望呢，继续不断的推广，每一个城市都能这样做，世界就和谐了。啊，世界大同，世界和平。可以落实。重要的就是要教学。啊，诸佛菩萨刹土美好，清净庄严，怎么得来？教学得来。啊，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。啊，斯里兰卡的佛法确实得力于这些法师出家人。出家人个个都会讲经。个个都担负起教学的使命。啊，他们全国有一万多个寺庙，每一个星期天开放给群众来学习。啊，我去参观一个寺庙，我去的时候没通知。啊，想看看那的真相。啊，进去之后看到这个寺庙这一天3000多人，主要的是学生。啊，服装整齐，一围一围小圈圈。啊，一个法师在那里讲，有几十个学生围绕着听。啊，我看到好像有30多个法师。啊，殿堂里头、走廊上、空地上都坐满了人，秩序非常好，看了真是感动人。我们去参观，学生专心听课，没有交头接耳啊来看看我们，没有这个信心。啊，他们若无其事。专心在学习，我们看到很感动啊，从来没有看见过。这是一个佛教国家，现在我们有缘，大概不久的将来，我会看到另一个伊斯兰的国家，回教国家。啊，印尼教育部主管中小学的官员。啊，是高级官员，管全国中小学。啊，到香港来看我，我跟印尼的关系很好。
告诉我一桩事情，印尼政府从今年七月，现在在筹备，今年七月，全国中小学推动《弟子规》的课程。啊，这是中国儒家的，全国中小学学生必须要学习。我问他，你全国中小学一共有多少所？他告诉我，有15万。那么推动《弟子规》的教学，得有老师。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要15万人，两个老师30万人，怎么培养？所以教育部下头一定要设立一个《弟子规》师资培训班啊，这个培训班专门培训讲《弟子规》教《弟子规》的老师，就一门功课。那么我们相信有4个月足够的，一年可以办2次。啊，如果密切的办呢，一年可以办3次。啊，办这个班，那我们全力支持他，帮助他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老师。我们马来西亚有几十位老师，啊，都能够教弟子规。你们那边的弟子规师资培训班办成第一届，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啊，马来西亚的老师可以到那边去教啊，教1届2届顶多3届啊，培养你们自己的老师，然后自己不能中断，一直培养啊。那么现前教育怎么样？怎么办呢？用远程教学啊，所以我请他们组团到澳洲去参访去考察。澳洲地方大，人口少啊，小孩上学非常不方便，所以用从小学就用远程教学，他在家里学，有一个电脑就可以了啊，接收学校老师上课啊，每一年有2-3次学校老师到各个地方来举行考试啊，所以学生一年只有2次参加考试啊，也不必到学校。像远程教学的香港就有啊，澳洲大学可以在自己家里学啊，学校会派教授到香港来把学生举行考试，1年2次啊，毕业的时候学校发文凭，这个方法好，因为印尼人口多，他有2亿3000万人，他是岛国，有10000多个岛屿啊，交通工具最重要的是船只啊，这个国家是伊斯兰教啊，是全世界伊斯兰最大的国家
能做这种事情，我们想不到啊。他来告诉我，我真欢喜。啊，回教大学的校长来看我，来了两次。啊，告诉我，学校要建一个书库馆。啊，我才想起来了，我送了他十套书库全书，他现在建个书库图书馆，要办汉学院，这个好事情啊！啊，汉学院学什么呢？就学四库全书。啊，培养中国儒释道的师资人才，好事。啊，而且他告诉我，将来在他学校里研究儒释道的，不需要交学费，好像连吃住学校都供应。啊，学校供给。啊，毕业的时候有学位，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。啊，所以来找我协助他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大事。啊，印度尼西亚是大国，从人口来说，它是全世界第四大国。啊，人口第一是中国，第二个是印度，第三个是美国，第四个就是他们。啊，过去我到他们国家访问大概有20次。啊，所以国家领导人跟我都很熟。啊，都见过面。现在他们要做这么一桩好事，啊，我们要全心全力来帮助他。啊，那么他们的汉学院就是四库馆，预定在5月份，奠基邀请我参加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。啊，不但影响他自己国家，影响到全世界。啊，佛陀把这部经留到最后的100年，所有的经教都灭了，无量寿经还在。100年之后，无量寿经不存在了，还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还存在，大概还会留1-2本。慈悲到基础啊，末法结束的时候，有人能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佛都来接引他。啊，所以其有众生执持经者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。啊，执是遇到，只要你能够遇到这部经，你要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得度。啊，不求往生，我求世间的名闻利养，行不行？行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你求升官，求发财，
求身心健康，啊，家庭和乐，事业顺利，这部经通通可以帮助你。量以此经，符合社会之实况啊，真俗并照啊，离世双用，凡圣其收啊，幸福报尔，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法时代。啊，确确实实，经宗法门有求必应。啊，但是基础的基础是因果教育。我们为什么能往生？因是自己真心。啊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，我们自己真心所变现，哪有不能回归的道理？这个要懂得。大乘教常讲，整个宇宙心心是变，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说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密切了，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真心。所以求生极乐世界要用真心求，不能用妄心。啊，信愿持名。一向专念，这是缘呢。因是世心是佛了，缘是世心作佛。我现在想到极乐世界去作佛，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第一次跟五祖见面，无足问他：“你到我这儿来，想求得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只求作佛。”他不求别的，啊，不求富贵。只求成佛，五祖真的满了他的心愿，连成佛都可以求到，何况其余？哪有求不到的？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求财。求聪明智慧，求健康长寿，这是世间人没有一个不希求的，在这部经上通通可以得到，可以满足你的愿望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量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，一大藏教之至归。啊，这些不什么经？净土经典里头最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啊，代表净宗的第一部经。
它是净宗的纲领，它是净宗的重要，没有比这部经更重要而且是一大藏教的智慧，一大藏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最后都归净土。华严经末后，善财童子53财，普贤菩萨10大愿望到归极乐，法华楞严大经大论，没有一部最后不归净土。归净土就是大圆满，真实成就啊。实实在在说，也为此皆他方，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究竟菩提之法要。这还得了吗？实实在在老实说，此皆我们这个世界，包括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这个3000大千世界3000世界的大千世界有多大？黄念老老居士告诉我，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，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。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，1000个小千是一个中千，在1000个中千是一个大千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10万亿个银河系。这10万亿个银河系这个范围，这是此界。10万亿银河系的外面，他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呐，无尽无数啊。此皆他方，整个宇宙，现在未来，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究竟菩提之法要。就这部经，就这一句佛号，你能相信吗？你能相信？那是大善根大福德，你这一生决定能往生作佛。这个法门理事都不可思议，理太深了，事太微妙了，无法想象所以只有上上根人他能想象。为什么？他一闻情悟一听他全明白了还有一种人，下下根人，虽然是下下根，他对这个道理并不懂，但是他老实，他听话，他听了他不怀疑，他就相信。
啊，而且他真干。啊，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叫他念佛，这句佛号一天到晚都在念。啊，他没有休息的，把这句佛号抱紧。这种人往生极乐世界，跟上品上生的完全相同。这下下根跟上上根往生极乐世界，通通是上品上生。我们要向他们看齐。啊，海清海贤两位大德就是这样为我们实现的。他们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没有听人讲过经。啊，他为什么能成就？具足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他出家，他的剃度师就教他这一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你看他老老实实念了92年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有没有开悟？开悟了，我能够看得出来。那虽然我没见面，我看他的光碟。那不是开悟的人做不到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他这么长的寿命不一定是他自己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他。啊，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，为这个地区，为这个时代表法，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给大家看。学佛都应当向他学习，一生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什么都不求。啊，自己每一天勤苦劳作，自食其力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当向他学习。啊，是故念足感恩图报啊，这黄念祖老居士怎么报恩？发无上心，尽诸此心，续佛慧命。这就是他报恩的方法。我们今天读到此地，我们也发现感恩图报。我们怎么报法？也是发无上心，依教奉行，为人演说。注意那个演字，演是要做出来，表演给人看。啊，海贤老和尚一生是表演，他没有书，完全是做出样子来给人看。那
他能言，他当然能说。法缘不一样，农村里头人，他所接触的全是农村。农村人，你给他讲，他听不懂；你做出来，他看得出来，他受感动。啊，他要住在都市，他一定讲解。啊，虔诚、齐情、良徒道士。啊，这是求加倍加持。我们愿是法了，我们智慧不足，我们福报有限，一定要求佛菩萨加持。啊，要虔诚，要恳切祈求良徒道士。我们这个地方的本师释迦牟尼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这是良徒道士啊，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，还要祈请十方如来、上师本尊求加持，不但求加持，还要求护法，金刚护法。啊，金刚护法是哪些人？四中同学，啊，在家出家，男中女中，要求他们护法护持啊。慈恩佛护。啊，佛加持我们，现前四众也帮助我们。啊，有没有？有。我们只要真感，感动佛菩萨，也能感动许许多多的同参道友。啊，只要跟你接近，看到你真修行，没有不尊敬的，没有不佩服的，没有不护持你的，所以威德名家。啊，即此主舍。上其圣心，广其众心。啊，希望这个注解，我们后人读到他的这个注解，为人演说，为大家分享。啊，上其圣心是理，广其众心这是根基。气机气理啊，上面是气理，下面广其众心是气机，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尘缘海。我们发的这个愿，希望我们将来都是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的同参道友啊，以这个作为大圆满啊，大团圆。念老在讲经之前的前言到这个地方圆满了，正好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